韩国组合 BLACKPINK 将于11月在首尔举行单独演唱会。12日所属社 YG 通过官方 SNS 公开 BLACKPINK 演唱会宣传照，透露 BLACKPINK 将于11月10日、11日在首尔奥林匹克体操竞技场举行 BLACKPINK 2018 Tour in Your Area 演唱会，粉丝们都十分期待粉末。BLACKPINK 的四名成员虽然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，不过四人的实力可是非常优秀的，每一次 BLACKPINK 都会给观众们带来全新的样貌和成长。而这一次的首尔演唱会， BLACKPINK 将会带来怎样充满魅力的音乐，也让粉丝们很好奇。